84，没了。双杀，三杀，28。双杀，不掉血。啊，狙神，好，瞬移，双杀，三杀，才四个，双杀。牛逼啊，牛逼啊，牛逼啊，枪一下血，双杀，牛逼牛逼，双杀，三杀，复活我就没血，打中头了，双杀，全是真无敌，或者说不掉血，双杀，牛逼啊！这就是狙神，打中头了，咱们西部的狙神太牛逼了，谁打的？双杀。神降临，
什么东西瞬移下来的。好，不掉血 ，nice， 非常好。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非常好啊，这些举手非常好，我怎么说太平了，双杀三杀，太平了，没办法，学会单点啊，学会单点。双杀，学会单点是一个刷头的方法。双杀，但是呢，弊端就是很远的话可能打不到。好，又是狙啊，又是电击，又是复活没血了。好，非常好，嗯，这才是我们的 CF 啊，才是这种死马匪。Nice， 非常好，我操，垫底。打中头了。垫底的话，你打他基本上不掉血。三杀，才四个。这种垫底的人，你打他基本上不掉血。真的，你打他基本上不掉血。打中头了，双杀，基本上不掉血。打中头了，双杀，三杀，还要继续吗？学会拉闪身啊，打打提前枪之类的，但是呢碰到无敌也没办法，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复活就是尽量完全的方向。双杀，三杀，还四个，还要继续吗？尽量朝安全的地方走，然后匪家双杀，警家要复活人呢。
斜坡有点，但打不到他。游走起来，游走起来，记得游走起来。打中头了，双杀。三杀。想要刷人头起来的话，就必须要学会游走啊，学会游走。也不是说让你就是到处跑，根据你的走位去找人杀啊，记住。三杀，才四个，还要继续吗？谁能阻止我？战无不胜，与神降临。然后这样子的话呢，首先保护。保证你的存活率，然后再去找他。战斗结束，完成任务，守雷来了，兄弟们，学会了吗？随手一打就是180啊！随手一打就是180，学会了吗，朋友们？看不见呢，我操！这名片太他妈挡了。好，就是这样子的。